小冉，姐姐，快哭！玉儿，姐姐，别哭，姐姐这不回来了吗？姐姐，这些日子你一心全无，我和灰姑娘好担心你啊，姐姐。别怕，姐姐再也不会离开你们了。玉儿，姐姐，天可怜见，你终于回来了。让你替我设险，我真的过意不去。在那些粗俗的义渠人手中，一定是受尽折磨，生不如死。多谢姐姐赎我回来。是大王派张仪赎你回来的，要谢就谢大王。大王若不是看在姐姐的份上，又能知道我是谁？我只谢姐姐便是。你我姐妹同气连枝，你要再这样谢我，反倒让我无地自容了。姐姐，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和你说，那就是子歇。当日危急之中，子歇为了救我被打下了悬崖，至今生死不明，你们可有他的下落？那日秦国的大良造公孙衍来了，我求他率部去救你，可惜还是没有追上义渠人。后来我们在驿馆安顿下来，又派人去收拾战场，可是回来的人说什么？说许多尸体都被狼叼走了，他们只是在山崖下找到了公子歇残缺的衣裳。我要去找他，我必须要去找他。哎，妹妹，妹妹，送亲路上耽搁了十日，新婚大典会另择吉日，我让大王派人与你同去，快去快回。多谢姐姐。周游列国，现在你去不了。